节目由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五二八世界经济日赞助播出。啊，小苹果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时代，我真的很后悔当个男的啦。为什么我不是女的？那能看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我好不容易约到他去吃饭，他说我太直男了，他就吃到一半，他说他那个来啊，叫我去帮他买。嘻嘻，那你去了吗？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会去买这些东西呢？我是说你有去吗？而且重点是也太尴尬了吧，一堆品牌谁知道到底该买哪一个啊。你只要回答我问题就好。难不成要像那些电视里面演的那样，不知道什么品牌就每个都买，这样才叫温暖吗？这样才叫贴心吗？这样叫浪费钱吧。你刚刚听不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叫你回答我去了没去了。啊，真行。那那么多废话竟跟我在那瞎逼逼，要不要帮你治治头错胎？但他说我买错了。抱歉。然后呢？他跟我说，暖男跟直男只有一线之隔，他已经放弃那刺激的渣男了，他只想要找个暖的。他叫我自己研究好以后再去找他。那你研究出什么了吗？女生自己都觉得尴尬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要我们男生去研究啊？网络上说的都是每个品牌有每个品牌的好啊，我哪懂啊？那让我来教教你吧，臭直男。经过多家卫生棉的测试，证明了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吸收力特别强，因为它有日本高分子吸收体，所以它有47倍超强吸收力。它还有添加五种植物精华：薰衣草、玫瑰、薄荷、鱼腥草跟芦荟。真心推荐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。所以我只要买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给他，在他心里，我就会从直男变暖男。太好了。那你觉得我这样就可以追到他了吗？我觉得还是投胎比较快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来到黑哥的频道，我是 Black。哇，这个开头放在后面真的蛮奇怪哈。OK， 要怎么样从直男变成暖男呢？那很简单，那就是在于你对女生的细心程度。如果一个女孩子愿意跟你约会个两三次，然后在这种尴尬的时刻有请你帮他去买东西，基本上他已经在给你机会表现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如果你没抓住这机会呢，那就哼。对，单身其实他是有理由的啦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要做的事情，那在之后的影片上面会教大家该怎么做哦。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你要买什么品牌呢？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请在下方留言。想要购买的人呢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看到我专属的优惠码，进到网站之后输入我的优惠码，你就可以买到比别人便宜的美丽人生精油卫生棉咯。 OK， 喜欢这一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Black， 我们下次见。